在朔向已抵达第四个禁制封锁装置前摧毁所有虫族的虫穴。嗯，啊，虫族利用那个洞穴进攻，只要攻击那些石块就能封住洞口。干他屁事哦，我在那边扫前面刺蛇，他一个爆炸是怎样？哎，这个又爆炸，是怎样？标准的狼爹假迷弟的化修，化修重组，大人，做得好，这个区域净空了，你锁定坐标，开始月船星河。有人在那里靠北，绿茶怎么爆炸？启动摄像仪。这超靠北。正在定型授权。叫再过不久就能启动摄像仪。我们会注意进度，一启动就立刻通知你。一启动，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启动摄像仪，应该很快就能出动。我趁这个时候升级了机械制造厂，让它能够制造巨像。大主教，你可以随时越传他们了。我才不要那个烂透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摄像仪再过不久就能出动了，我们应该准备足够的兵力来保护它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摄像仪运作正常，我们必须保护它平安抵达禁制封锁系统。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干，聊天室剩在靠北，来杯绿茶吧，让我想到我今天晚上喝的是蜂蜜绿茶。摄像仪抵达第一个禁制封锁装置，一旦潜入地表它就不会受到攻击，能安全地完成工作。你们，你的战士们正在与敌人交战。这艘船舰 Zekdakulazar 早已获得火力虫的向导。我侦测到虫族开始行动了，各位战士，不许让虫族冲进我方星河。摄像仪会解除这个封锁装置，我建议你做好准备，护送他前往下一个地点。我们跟敌人交锋了。我们火力累计核心已连线。快存档。足够的金矿，你临近核心已连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感应器显示，你成功解除第一个封锁装置，摄像仪即将前往下一个地点。向这方向，这艘岛屿在那，我们火力岛屿快而出。
这艘岛屿我们火岛屿外 ZekNek 我们火力全开，校准虚空透进，系统校准全开，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相为这艘船舰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相Paradigro Zeknaku Afar 升级完成 Ikkoda Anai 处理完成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岛屿这艘船舰，岛屿投资向这艘船舰，我们火力向为掘金充能完毕。Zeknaku， 我们火力全开。你需要古瓦斯。第二个，临近核心已连线。硕象已移除第二个封锁装置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的油印。这个设施应该是透过超大型的动力核心来供应实验所需的能量，这些核心应该就藏在这些山丘的某处。哦，要是能派战士，他刚刚讲出了山丘的名字，我们就能拿到山丘的某处。再次移动，你的战士们正在与敌人交战。好，哪里有人潮？向尾岛屿，向这艘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岛屿艾尔光柔，这艘船舰将近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已关闭封锁装置，禁制网的能量降至60%。硕象已正在朝第三个封锁装置前进。你摧毁第一个动力核心，正在跃船临界。前方的峡谷变狭窄了，小心，山脊上有爬行虫，准备迎击。临近核心，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这艘船。啊，你们觉得有点危险？右边也有，也就是说，我要在他把右边的站下去以后的那读取的那段时间，赶快把左上角的用虚空点光。你的战士们正在与敌人交战，我的理解应该没有错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进来可好，中心哥？足够的金矿，不进来吗？向我们火力，你没有足够的矿。这艘船向这艘向，侦测到地层震荡，地下蠕虫正往你的位置移动，即将解除这个封锁装置，
硕像仪很快就会开始移动。没有足够的金矿，硕像仪要前往最后一个静置装置了，途中会经过大型虫巢，唯一的选择是一路杀进去。向黑色，向黑色，我们火力全开，你的战士们正在与敌人交战。岛屿。关闭第三个封锁装置，硕像仪开始移动。读数显示，赛博洛斯逐渐从静置中苏醒了。大主教，只剩两个装置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这座岛屿二之光，我们火力全开。相位水晶充能完毕，临近核心已连接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我们遭遇。在前方的洞穴中侦测到大量虫族信号，务必小心。我们火力巨头直接将进行复仇。我们火力全开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我们遭遇敌人，巨头直接将进行复仇。撑住啊，后代们！后代们！撑住，后代们！哇，后代们，撑住了！我们火力全开 ，Zekneku 这艘船舰将进行复仇，它将被完成。临近核心，相位连接授权完毕，受像仪正在解除第四个封锁装置。这样应该解了吧？耶、yeah ！过关。我们还是把它过完好了。岛屿这艘船舰，岛屿艾尔之光，相位水晶充能完毕。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打完了，已经解到了。我刚看成就是有了。解除程序即将完成，硕像仪很快就会再度移动。系统效能全开，动起来，硕像仪。我们火力全开，屠杀开始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相位水晶充能完毕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。黑豹硕像仪就GG了。解除封锁。硕像仪正在移动。静置网的能量仅剩20%。等等，我侦测到附近的虫巢出现动静。他们正在前往最后一个封锁装置，有吗？这艘船没有动静呢，有嘴炮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。临近核心已连线，这艘船舰将进行。然后什么动静？嘴炮。
相位却精通，连鸟蛋都没有。将进行复仇。Underpool 和 Rock， 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哎，小富，礼拜天那个居酒屋，你要不要去啊？小富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经济核心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哇，进入了。你没有七点处理完成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不累啊。正在关闭最后一个封锁装置，禁制网已解除。我们成功。哦，那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，你如果没办法的话，就没关系啊。所有部队，接下来战场会转移到赛博洛斯。七点可以是 OK， 只是不知道那边要不要定位，就是好像也不能定位。确认一下成就，好，有了，妈，上面那个才是。